离退休还有两年，年近花甲的法官蒋青春依然显得很忙碌。他上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法制类的报纸，然后把其中的典型案件、新法条的应用等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做成简报。从1981年至今，老蒋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。有新事物，他就得新事儿。这个事情出来了，理论没有，那个电信犯罪怎么判呢？他都什么手段呢？理论咱不掌握，怎么办呢？就上报纸里去找去呗。这8本简报，等这个当年哪年的都有，那年分一年，为什么得那年分呢？因为你一旦要查的时候，他在这一年上呢，你好找，上网上也好好对应。你要搁这烂套不行，必须得分开年。你要想干工作的话，就得看看。我认为你自己有点知识好，多学点好，别人问的话你能回答人家，你回答不了人家，人问的你那有多尴尬呀？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是吧？答复完了以后吧，咱们也有一种荣誉感受。晨读之后，老蒋穿起法袍，准备上庭处理一起关于借贷纠纷的案件。当得知对方今天要来法院撤诉，老蒋心里很痛快，因为撤诉这个结局是他每次调解案件纠纷时最希望看到的。借贷案件呢，这有一张条，可是呢，这个被告吧，他已经输了，找到执行人说这不对呀，这个条这个钱不是我个人借的，这个钱是村上用的。他起诉我，起诉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起诉我，他是起诉我，起诉以后我一看呢，他这个私款为我个人账户借款，这个是他自己写的，后加的，知道吧？后完我就提出那个申诉。你说这个字儿是他后签的，必须得进行鉴定，可能就得几千块钱，完再找一个代理费。我说你看你2万块钱，你这多些，我说你俩合一合一看。几天以后，他们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们基本就算属于和解了。因为咱们上次已经对这个案子整个都进行审理了，并且这个审理报告和这材料，咱们他已经这种都已经齐了。申诉这个呢，也不再告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这个事情咱就拉倒了啊。对。你别再过些日子，说是不中我还得要求再解决的话，那就啥了啊？这就行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走，尽量不要你去走司法程序，一步往上整，越往上整嘛，矛盾激化了，完了都2倍以上，那肯定相信。那不相信我，那我不能撤诉，我不能啥呀？现在宣布开庭，法庭调查开始。这个法官我跟你说必须心善为民，亲和力，这个必须都得有。我们开庭不是那么特别严肃，就像那个一整就是包公审案似的，那不行，那叫威严的什么严呢？现在不需要那样似的威严，那你实行法律伸张正义也是一种威严。门难见脸难看，不需要这个东西。蒋青春的家乡在距离开鲁县20公里之外的东来镇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被分配到县法院工作，一干就是大半辈子，书记员、审判员、庭长、评查室主任、审委会专职委员。不管这职位怎么轮换，老蒋心中最在意的就是责任两个字。常常唠就是说，永远记住责任，责任。看似一个小的一个案子，小的一个时间问题拿不准，这都影响到一个当事人一生。有可能你法官也可能做几千个案子，但是对人家当事人来说，他说他一生可能就打这一个官司，把责任俩字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多年的勤学苦练加上丰富的庭审经验，
老蒋成了法院里公认的活法典。所以说这个案现在目前存在三个问题。1998年，蒋青春担任了审判监督庭庭长，除了审理日常案件，还需要承担大量的案件评查工作。就是他在审监庭工作的时候，80%的个工作量都在他身上，一年大约得评查2000件左右。就最近几年，随着案子增多，得到2600-700件。挑毛病，给自己的人纠错，你喜欢这工作，不太喜欢，那你总之得有人干吗？平常案件他就起了个把关作用，所以他必须跟别人争论，必须得把这个理儿搞清楚，把这法律实用搞准确。他这敢于监视原则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落实百千万数据，就说很多时候拿不准的时候，这个都要征询一下他的意见，说个意见以后，咱们就感觉这个东西差不多了。总共今年审判的数量是5000多个案子，改判的是21件案子，发回重审是7件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为了想把这个工作干好的话，都有审理提纲啊。那审理提纲那都一摞一摞的，我办一个那就有个审理提纲，办一个那就有审理提纲。有审理提纲是干啥呢？那你这个提纲去审去，别整错了，到时候别落东西。不能错，就是公平公正，这是底线。常年的奔波劳累，老蒋这身体啊垮了。2008年8月，蒋青春被确诊为胃癌晚期。接受了胃全部切除手术，6次化疗之后，他的体重骤降了60斤。老蒋跟亲戚朋友同事都隐瞒病情，这其中也包括当时正在乡下教书的他妻子。有一天妻子回家看到了老蒋的样子，妻子快崩溃了。回去往屋一进，他就在那个床上往起起，就这样似的。哎呦，那心就是二就翻个个，那真就是2根筋挑了个脑袋，那头发就像那个那小孩似的，脑瓜就好像都要挺不起来了似的。我当时眼泪就是下来。他原来身体非常好，个不是太高，但是是略胖那种，但是现在原来是基本上就认不出来了已经。我开始原来的目标，每天要是能活着，活到60岁就行了，就十足了，就满足。大夫都说我们这出了奇迹了。蒋春这个手术，那当时做的时候是在同一个病房里头，他这属于是最重的，做的也是最费劲的，在那个重症监护室待了7-8天，就是化疗化的，做手术做萝卜的，看来是挺精神的。这不是我夸，不精神能跟他够。我们二人相濡以沫35载，说句实在的，我们家老蒋没啥脾气，完了对这个家还有责任感，我们真是感到挺万幸的，老天也算挺眷顾我们俩。我们还没过够呢，不能走，扔下我自己多孤单。我不同意啊，他拗不过他，他说在家待着更难受，上班能干点啥就干点啥，也累不着。有时候跟同志们探讨案子，更有兴趣。就是这身体这种状态，生命的长度没有了。他说我这个生命的宽度，我要加宽，这就是让人很佩服。老蒋在家待不住，又上班了，有事儿干了，也有别的病了。之后的几年里，老蒋得了3次肠梗阻，2次胰腺炎，接受了胆囊切除手术和疝气手术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完成了每年2000多起案件的评查工作。用老蒋自己的话说，工作就是最好的疗养。能在家待着更不行，我到那块儿就有点精神，见着来人来我就能精神就上来。有病的期间，你像胆结石了、肠梗阻了、胆结石，那是天天犯的，疼啊，必须得天天吃药。坐家受了，到那一干工作吃点啥又忘了，不疼。实践证明了还是折腾对了，上班对了。对。要不上班的话，不好说，兴许没有今天的结果。是。开车去接他家，第一次他就不坐，他说我要坐了一次，你们过两天你还得来接我来，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这些年就始终是自己骑摩托车上下班，冬天也是夏天也是，始终这样。
就现在这个状态，三四十里地、四五十里地这个下农村啊，车没有的时候，他还骑摩托下去呢。看这个人柔，这个人要干起工作来说，有一种拼，就是拼命的感觉。他真是刚强，就一犯那病。不上医院住院去，上医院住院去，那不时间长吗？完了，就诊所就在我们家楼下，猫着腰啊，挺着到人家那去。嗯，去年吧，有一次肚子疼，好像是结石吧，那给他疼的，那脸都变色了。我说你打完针赶紧回家休息去吧，那不行。摁着肚子打完针还上班呢，打完针，哎，明天稍好一点，你在家养两天，又上班了，看你都看不住。可能也就这种力量，那个支撑着他，他能活到今天，他能死里逃生。有一分热，八分光，能干多些就干多些。所以说他身体不好怎么办？只能是说我们能完成一部分。那我也得去干去，然后那我就这样，我不能在家待着。内心是内心的东西，就像是我工作似的，这个工作我不那么太喜欢，可是这个工作得有事干。那咱既然是个法官，那你为人民服务怎么为人民服务？既然人信着你了，那咱们呢就得给人一个。满意的答复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，也是法官和那个人民群众的一种关系。那个鱼水情的关系好，或者叫什么关系好，这个工作就没是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你应该做。那既然组成这两，先组成一个，那就乡镇法院嘛，法院肯定到最后是早晚得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立正。如今在开鲁县周边的各个村镇提起法官蒋青春可谓是家喻户晓。35年来，只要有村民遇到困难，老蒋都是有求必应，为老百姓调解纠纷，提供法律援助。老蒋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就应该多给农民办事儿。没事，这都有关系。要是有啥问题或者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话，你随时让他找我也行。可以。蒋青春和家住东来镇的田伯是多年的老朋友。20多年前，家境贫困的田伯面临一场离婚纠纷，老蒋三次赶赴女方老家调解矛盾，最终帮助夫妻二人破镜重圆。几年后，田伯的家又遭遇了火灾，老蒋再次出手相救，解决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。不一次不行，两次两就不行，三次。给你扑过扑心的，也不吃你碗饭，也不喝你碗水。晚上6点钟开始做老百姓工作，做了3年。是我困的这什么程度，啥也没有了，家的房子就是空了。他也看我挺苦，也挺啥，人家回报完了以后，最后批示给我家补助1200块钱，要不我们家就完了，生活不了。有电话号码，我打听问一问去，后来才知道，电视的一看，人家兄弟说了，我哥哥现在我胃切除了，反正工作现在，我说他退休了吗？他说没有，始终坚持没退休。哎呀，我说这话我真厉害，我说我们两口子破镜重圆，那就有他一份天大的功劳。那咱既然是个法官，他来找咱们了，这就是咱的责任。那有什么说的，就跟养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你不养中吗？嫁对了，没后悔。别看他有病啊，就这么折腾我们，我也没后悔。每个人都忘不了，哎，绝对忘不了，在这儿。那好，哎，就要的是这个结果。他没喝着我们一碗水，图为啥呀？咱为了感谢人家，就煮桌鸭子，现编的。哎呀。各位群众，听我言呐，在场的来了一位大法官呐，他为群众做好事，大事小事他处理周全。
叫蒋青春，开鲁县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。做一个好法官，这就是我当时的目标，当时的承诺。1568起案件，无一错案，无一投诉，无一上访。他说，法官1%的错案，对个案当事人，那就是100%的灾难，咱得对得起国徽的庄严。胃癌，做胃全切除手术，不到半年时间重返工作岗位。他说，有病归有病，该干的工作还得干，总不能让病给吓死。35年的默默坚守，35年的无私奉献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让后人听了之后震惊万分的感动。蒋青春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民好法官的誓言。我是陆一鸣，明天见。